出场，他是我们东湖教室的老师，第二位是钟国年老师，是我们松山教室的老师，两位指导老师办了这么大一场的演出，是非常辛苦的，给两位老师一个爱的鼓励，谢谢，谢谢。好，谢谢各位。我们希望今天晚上安排的曲目呢，能够给大卫带来一个，给各位带来一个很愉快、很愉快的夜晚。那现在我们的节目马上开始，第一首为各位带来的是《巴哈小步舞曲》。这首曲子是，大家对巴哈的音乐比较熟悉的曲目。团员请进场。我们穿蓝色的衣服礼服的是比较资深的团员，担任领奏的是张嘉玲、林之宇。好，30步阵啊，所以30步阵同时起奏，可以弹出这么整齐的音乐啊，实在非常难的。他们是非常非常认真的同学。第二首乐曲要为各位带来的是《古月照京城》。那我在这首曲子还没有演之前，我要跟各位报告一件事，就是第一个，我们这个民生社区的场地是不可以饮食的。包括水也不可以喝，不可以饮食。第二个是，我想一下哈，我突然忘记了啊，我想到了再跟各位报告。好，
接下来为我们带来的是古乐照京城，欢迎团员进场。好，各位，你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节目单，《古乐照京城》是一首非常优美、非常听起来曲风也非常的好听的曲子。他们不是动作慢哈，是因为刚刚第一首巴哈小步舞曲，他们有的团员部分团员是重叠的，所以要从后台跑过来。好。担任领奏的是叶美芝、谢素香，请进场。担任钢琴伴奏的是庄雅婷老师。
好，谢谢团员呢，为我们带来这么样一首非常有苍茫、非常辽阔的感觉的音乐。啊，各位哈，你们好像看不到节目单哦。那因为我们这边民生社区的设备呢，它是灯没有办法像音乐厅一样打亮20%、30%或是70%，它如果一亮的话会全亮，所以各位也就委屈一下啊、来第三首，我是周杰伦的曲子，很多的小朋友、很多的年轻人都非常的喜欢啊、请团员出场。好，接着是由东埔教室的同学为我们来演出。担任领奏的是黄德茂、钟家凤老师，钢琴钟雅婷老师，
那我们谢谢东湖教室的同学和周老师为我们演奏这么好听的曲子。好，我刚刚要跟观众报告的，我现在想到了哦。第二个是献花的朋友，不管是亲友团或是好朋友，请各位能够在节目的时候坐到前面，比较前面有空位的地方，那比较方便上舞台，不会影响到他们退场的时间。还有不可以在舞台上照相，刚刚庄老师叫我播音一下啊。好，谢谢。第四首为各位带来的是《笑傲江湖》，这首曲子相信大家非常耳熟能详，这是黄沾的曲子。现在呢，要用二重奏的方式来呈现。那它的旋律是非常简单，但是呢，非常的生动好听，然后营造出大隐于市这种英雄的气概。非常的精彩。现在就欢迎松山教室的同学为我们诠释这首《笑傲江湖》，团员请出场。担任演奏的是张维红丽珠，请出场。
来，小妹妹告诉老师您几年级？哦，他三年级而已就上台了，接下来宾给他一个掌声鼓励。跟你们报告，那天我去担任评审，我本身也在教古筝，去担任评审，我看到一个小朋友年纪好小，他弹六级的曲子，一二三四五六，而且是河南筝曲，那个指力要非常的强，而且按放音都要按音，咪按到收要二度音三度音哈，要非常的耳朵非常的锐利，结果他弹得非常好，我给他得了特优。结果他在等候成绩的时候就问他，妹妹你几年级？我小学三年级。对，所以说我们很乐见我们年轻的一辈的学子很愿意来学习古筝，所以请台下如果家长您要让小孩学才艺的话，欢迎到我们情韵筝乐中心来学古筝，谢谢大家。好，接下来带来的是《半壶纱》，你们听听看，这是一首怎么样的音乐？它全曲充满了禅意。它这是去年非常流行的，在网络非常流行的中国那边的音乐，听了以后，你今天的疲累都会被全部都消除了，就没有了。好，来，欢迎我们的团员为我们诠释《半壶纱》。东湖教室同学，担任演奏的是严信宇、钟家凤老师，担任钢琴伴奏的是钟雅婷老师。Thank you.
团员。听到这样的乐曲，相信各位觉得心中应该有一股有一股清流流过去啊，非常的好。来，接下来第六首为各位带来的是左手指月。这首曲子各位听过吗？你们有没有看过电视剧《香蜜沉沉烬如霜》？有没有？有吗？有哈。其实我本来以我这样的年纪，我也不会去看追剧，可是我是被学生逼到一定要追剧。为什么？因为我的学生也都要去参加会考，就是现在高中要升高中，他在要去参加会考的时候请假请了一个月，跟我说：“老师，我要去参加会考了，我要请一个月的假，我回来的时候你要给我不然。”我说：“什么不然？”我说：“不然你要怎样？”我就回答他：“不然你要怎样？”他老师不然呢，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的不染，它是《香蜜沉沉烬如霜》的主题曲。好，那今天我们演奏的是另外一首乐曲《左手指月》。我为什么在这里啰嗦？因为他们团员要从那里跑过来，他们叫我要串场。好了没？请团员出场，《左手指月》，欢迎松山教室的同学。担任礼奏的是陈忠孝、陈佳慧，担任钢琴的是庄雅婷老师。
好，谢谢我们的领奏，谢谢我们可爱的团员，谢谢我们的钢琴老师。好，亲友团呢？啊，阿妈没看见哦，有没有看见？没有，阿妈太紧张了啊。接下来我们上半场的最后一首乐曲，因为工程比较浩大，所以他现在下幕了哈。来，我站到外面来。因为我们古筝刚刚演出的都是用低调 ABCD 的低调来演出。那我们古筝哈，你们知道以前都是16弦，从秦始皇的时候，春秋战国时代，在秦国的时候，在《史记》里面就有介绍，秦人弹筝国弊哈，那个就有介绍，是史书里面第一次介绍有古筝这样子的乐器啊。那个经过了唐宋元明清，到我们中华民国大概60几年的时候，弹的都是16弦筝。我本人是58年弹古筝的，所以现在你看到现在几年了，50年了，啊、哦，太恐怖了哈！但是呢，我从来不敢说我自己会弹得很好，为什么？因为我们以前的曲子很少，16弦筝，单是练习基本功就要练习半年到1年，老师是非常严格的啊、哦。那曲子也不够多，都是古曲比较多。可是现在呢的古筝啊，千变万化。你们看到的曲子，现在还有旋律性比较少的，然后很多是拍打它的琴身或是琴板的这样子的曲子。所以中国那边还有我们台湾也有很多像年轻的郭敏琴老师啊，他们非常热心哦，非常认真，都把台湾的古筝发展到跟大陆几乎并驾齐驱的地步啊、哦。那所以新曲子一直在出来，一直不停的推陈出新，所以呢，学古筝就会变成一样，你必须每天很努力去钻研你的曲子，尤其是你要教学生的话。像我本身在社区大学任教，节目单里面有我的介绍。因为以前呢，我还没有那么忙，以前我也在秦韵筝乐团跟庄老师一起团练。可是呢，当我去佛光山人间大学教了以后，然后又到了南港社区大学教，又到了松山社区大学教，最后又被台北市艺文推广处找去教学以后，我所有的时间完全都没有了，所以就没有办法跟钟老师他们来念乐团。那跟各位心路历程的报道是什么呢？以前跟老师们一起念乐团的时候是非常幸福的感觉，自己弹筝。但是呢，当你走到了教学这个区块，那个主体是谁？是学生。你要把学生都教会，让他们喜欢古筝，而且能够手型很正确，能够按放引抖做得很好，这个就要花很多功夫。尤其是在社区大学上课，他们一般有20几位同学，那真理有，我在松山社大教了16年，真理有16年，到今年这学期刚去0年的，那你要怎么安排教材？所以这个就考验到老师。好，那所以我编了3本书，重奏曲呢，有第一部很简单一级的曲子，可是第二部是非常难的。为什么这样编？这样其实是不符合编曲的一个原理。比如说三重奏的话，主旋律应该在一部、二部、三部当中在流转才对，才不会第三部永远在伴奏。那为什么？就是因为有资深的同学，还有刚刚才学会的同学，你要让他们在一个同样的一个空间，在短短的2个半小时都能够有所得的话，你就必须在教材上面给他们一个大家都可以一起弹筝的一个乐趣。所以在社大教琴啊，大班课啊，班级经营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重要？就你要让学生们到了你的教室来，入宝山不能空手而回。我的学生有从新竹来上课，
有从桃园，有从树林，有从淡水来上课。那社大的课是7点到晚上9:40，结果他们回到家，像淡水的学生回到家都11:30，超过11:30了。好，所以说，学习的精神呢是占很重要的一个区块。所以我常跟学生说，你们不要跟我说，老师我不会，我学不会。我说你只要坐在这里，我一定要让你学会。所以坚持就是胜利。里面好了没？对，听我的观众听我在那边跟我说，实在不好玩哈。大家要听的是音乐啊，上半场最后一首曲子为各位带来的是《倩女幽魂》。二重奏，这首是我们旅美的古筝名家向诗美老师的作品，非常的好听。改编曲欣赏，我们的秦韵之乐团为各位带来的《倩女幽魂》。担任演奏的是李美惠、许淑琴，跟观众打个招呼。好。谢谢。
老师为我们带来这么好听的乐曲。现在我突然想到，可以怀念一下聂小倩哦。现在是农历七月吧？好，现在我们上半场的节目在现在就结束，然后我们中场休息15分钟。在休息的当中，各位您如果对钟老师跟钟老师的作品有兴趣的话，可以到前面前面那边，它有书一本是200元 ，CD 是100元，可以你们可以购买，谢谢，等一下见。出场，好。那拿衣服的是乐团的资深的团员，是勤运真乐中心松山教室的团员。担任领奏的是连淑玲、郑慧宇。
谢谢晴天金乐团的团员为我们诠释这么好听的绿岛小夜曲，谢谢。好，各位，你们知道他们现在要把音调回来，因为刚刚绿岛小夜曲跟千里幽魂都是军调的乐曲，那现在团奏是用低调来演出，所以全部把 G 音调成升 F 的音。好，各位，你们刚刚有看到舞台上他们的美女们，不论是年纪长或是年轻，他们全部是背谱演出，你们有没有看到？全部都是背谱演出，独奏的曲子是比较好背，可是重奏乐曲呢，各声部不一样，而且在切入主题的时候也不一样。然后能够把它全程用背谱来演出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给我们的团员一个爱的鼓励，我非常大家非常感动啊！因为他们为了这场音乐会，每个礼拜都做固定的排练啊，然后呢，曲子熟练以后又要继续把它背熟。然后背熟以后呢，又要再做表情，然后在舞台上还要记得不要紧张，那紧张的不要被观众看见，这个很不容易的啊。现在呢，来，好了吗，各位？那请退场。好，各位哈，我们第九首乐曲为各位带来新的乐曲，那。年轻的都的学子啊，或是学生，或是包括大人也是一样啊，都会喜欢这样子非常的优美迷蒙的念一句歌词给各位听，你们的节目单上也有啊。他说：化作路，化作镜，化作情，找寻你。好，接着爱一次，梦一场。思念最遥遥无期，这跟我们的李商隐大诗人写的这一首诗哦，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是同样意境的曲子。那这首非常唯美的曲子还是要委由我们的东湖教室的同学为我们演出，来，团员请进场。好，担任演奏的是吴继颖、钟嘉凤老师，钢琴伴奏庄雅婷老师。
好，谢谢钟老师带领的团员，我们带来这么好听的乐曲。各位，我们的音乐会呢，在进行三分之二了哦。然后各位可以发现，松山教室的曲风跟东湖教室的音乐的曲风是不一样的，不太一样的。好，各位如果用心去聆听的话，接下来电影十首，我们为各位带来是《爱江山更爱美人》这首曲子，去年是网红的音乐，拜政治吴二阳之事，因为选举，他呢，李丽芬就说啊，他说，拜了这个吴二阳之事啊，让他当了三天的网红。那这首曲子呢，也是《倚天屠龙记》的片尾曲，那我相信大家一定是朗朗上口的，非常的动听，然后呢，气势也非常的好，我们乐团也演过，那观众都非常喜欢，所以我们那首大概在外面去年演了十次了，我今年我们云林真乐团11月24日在这个场地也会办音乐会，我就不敢用《爱江山更爱美人》，因为大家已经听多了。好，现在就欢迎我们松山教室的团员，我们诠释这首《爱江山更爱美人》，团员请出场。我们的团员非常的认真啊，全部要背谱才可以上台。好，担任你的是傅碧珠、杨佩琴、
谢谢我们东哎松山教室可爱的团员。快点，献花，快点，要献谁？好。来，接下来《青花瓷》这首曲子也是周杰伦的曲子，大概在十年以前就常常经常传唱，到现在还是有人经常在唱啊。这首曲子我们还是请东湖教室的团员为我们诠释这首《青花瓷》，团员请出唱。没关系，调一下就可以，因为这个我们的室内的温度一直在变化。那我们的木，我们的古筝呢，它的面板是梧桐做的，所以热胀冷缩，所以呢音常常会走音。好，请各位包涵。来，团员请出场，谢谢。担任礼座的是陈怡玉、钟家凤老师，钢琴庄雅婷老师。
好，谢谢，谢谢东湖教室的同学会有诠释。接下来第十二首《芙蓉雨》，各位听到这样的曲名，肯定是不是像《笑傲江湖》这样子的曲子啊？这首曲子呢，现在正是盛夏的时候，秋天就快到了。它营造出来的气氛有秋风起兮云飞扬，也有秋声悄然的那种淡淡的哀愁。那我们就欢迎我们松山教室的团员为我们诠释这首《芙蓉雨》。团员请出场。担任领奏是钟国年老师，钟老师亲自。还有郑慧玉，你们节目单少写一个字，好，郑慧玉，来，钢琴庄雅婷，
谢谢，谢谢我们松山教室的团员跟晴韵正乐团的团员。各位领赏，今天整场音乐会发现我们有很多新的乐曲，所以说，也让大家有耳目一新的感觉。那最后，今天最后一首乐曲，我们要为大家带来耳熟能详的，就像绿岛小乐曲一样的曲子《台湾好》啊，《台湾好》二重奏。这首曲子呢，我们乐团之前在新北市景和公园演出的时候，那好多观众都坐在草皮上，那团员呢只有六个人在舞台上，然后呢麦克风开得很大声，那种感觉哦是让人家非常感动的啊。那今天呢，最后一首曲子也是由我们晴韵正乐团松山教室的团员来为我们诠释这首《台湾好》二重奏，还有演完这首，各位亲爱的朋友，请各位不要急着离开，因为我们今天主办单位呢，他有准备了，向厂商募捐了一部古筝要送给我们现场的观众，那看哪位观众是今天晚上的幸运儿，所以各位请不要离开，那等一下可以拿出您的票根，节目单，不是票根来，好。现在就请我们的团员出场，台湾好。担任领奏的是庄月曙，庄国年老师。
谢各位非常热烈的掌声，也谢谢钟老师，谢谢情欲音乐团的团员。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然后在他们忙乱的当中，因为他们现在要帮果真先撤场，然后要为各位谢幕，所以请各位稍微留步啊。那在他们一面忙乱的时候，我想要给，我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位很特别的重要的来宾，就是郭立慧老师。郭老师，来，郭老师呢，他是我们台北市民生社区中心的古筝班的老师，在这边任教已经有二，有没有拍档？郭老师，您任教几年了？二十几年还是三十年的历史啊？然后，郭老师呢，他对于晚辈非常的提携。那钟老师呢，今天舞台上的30部筝，有十几部都是郭老师您支援的。那也顺便他们在忙的时候做一个广告。我的鱼鳞筝乐团今天也是协办单位，请各位给我一个掌声鼓励。我是鱼鳞筝乐团的创团员兼团长。兼指导老师，就是好地讲共兼啦，对。然后我们广告一下，今年的11月24号，也在我们这样的这里的场地要办一场我们鱼鳞筝乐团2019的古筝演奏会，但是我们是售票演出，我们的票价是300、400、500，但是各位如果您们愿意来聆听的话，我们后面的座位我是全部画出来是免费票，是10元券，等于是贵宾券。那各位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跟郭立慧老师、跟钟嘉凤老师，还有跟庄文林老师索取。那欢迎您来听听看我们鱼鳞筝乐团的音乐。也非常谢谢各位今天的领赏。那趁这个时间呢，我们可以把您的节目单拿出来看一下，因为现在已经亮灯了，刚刚都没有看到节目单哦。钟老师的这个团队呢是非常，你们可以看到演出这音响大哥不知道怎么回事好、哦、来好、哦，大概印象大哥也很忙的样子，因为我们要把这30部的筝全部撤场，不容易。好，我记得有一年我们乐团在撤场的时候，后台发出一个很大声的响声，为什么？因为钟老师那一天去帮忙，他把古筝打翻了，太忙了啊。所以，各位你知道，在我们这个松山大松山地区、信义区、松山区啊，那我们呢？我们这几位台面上的老师都是互相支援的，也不会说，你的学生考到我这边来，我的学生考到你那边去会有什么问题。所以请各位，如果你想学古筝，可以就近到我们民生社区中心，或是情韵筝乐中心，或是东湖教室、松山教室来。那我的学生呢，我的课程就不广告了，因为我的学生是全满。进不去哈，就是松安社大、南港社大都全部额满，然后一推出算是网络报名也全部3班都额满了，好，所以各位哈，我们很乐见古筝音乐在艺术向下扎根，能够有这么多的学习人口，在我们松山区、内湖区、南港区加起来，大概就有将近有500个学习的人口，是很不容易的。好，我看一下他们怎么回事。好，各位，我们亲爱的团员，他们在排队要跟各位谢幕了啊、哦，好了吗？来，我们来跟他们倒数好了，从10好了哈、哦，来10、9、8、7。节目为各位做一个一鞠躬，表示我们。
道老师，钟国年老师，钟嘉凤老师哪里去了？钟雅婷老师。好，全体的演出人员跟老师为各位一鞠躬，谢谢，谢谢各位今天晚上全程的领赏，谢谢。好，请退后一步，各位请退到我们的屏幕，我们现在要进行抽奖啊。好，哇，你看全场都在等候哈，有一有八，有一有八，没有的可以回家了，要零哈，来我公布00101018。欢迎各位11月24号来听我们鱼林镇。